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如图了哈 ，A B C D 哈，中的话哈，这个是矩形哈，已知三角形 A P Q， 这是 P，A P Q 的面积哈，等于就这个面积啊，等于那个三角形 B C P，B C P 啊，等于这个面积，啊也等于三角形。CQD 也等于这个面积。好，那么他问哈 ，AQ 比 QD 的比值多少？那这个假设叫 X， 这个假设叫 Y 啊。好，那因为哈，那这个哈，这个我叫做这个叫 T 好了。哦，这个是这个长是 X 加 Y， 那宽我叫 T 好了。那这样呢，这个面积哈就是 y 乘以 t 除的。好，那这个 x 加 y 的话，所以这也是 x 加 y 嘛。但是现在哈，它的这个面积要一样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乘以这个哈，要等于这个乘以这个，那就 vp 哈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这个乘以这个 ，ty 啊除以这个，哦就。这个乘以这个等于这个乘这个，因为这两个面积相等。好，再来的话哈，就是说这个跟这个面积也相等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哈应该它，因为这两个相乘除以它，叫 y t， 它除以 x。但是这个边长是等于 t 嘛，那我们就可以立方程式，就是说 x 分之 y t 哈，加上。x 加 y 分之 ty 等于 t 啊，哦等于边长 t， 那 t 可以约掉，那 t 约掉以后的话哈 ，y 可以抽出来，然后我就给它呢，哦或者是说，因为我要算什么呢？算 x 比 y 嘛，哦那 x 比 y 的话，那我就上下哈把它除以 y。这上下除以 y 就是一除以 r， 我假设哈 x 比 y 是 r， 加多少？上下除以 y， 一这除以 y 是 r， 加一啊，这个等于啥？这个等于一，那我就可以把什么呢？把那个 r 给算出来，哦，所以就是 r 乘以 r 加一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移过来，移过来。2R 加 1，2R 加1啊，等于1。好，那把它乘过去以后，整理 R 平方，好，再把它乘开，加 R， 啊把1过来，减掉 2R， 减1等于0，所以就得到 R 平方减 R 减1等于0。那这样的比率啊 ，R 就等于多少？ 2A 分之负一加减。根号 b 平方减 4ac 加4，负号不合，负号的话呢 ，r 比值就负的，所以应该是等于二分之一加根号。哦，这是 s 比 y 的比例比值啊，哦，比值就二分之一加根号。